等完吧，喊姐姐，叫姐姐好，说，说姐姐好，会不会说？门窗也关的好好了。装上玻璃门，搁到客厅都能坐了，要不然客厅没法坐，天冷，保暖。你帮忙吗？这儿都保暖了。那你反正当点事儿。好看多了，这不让弄。窗户换了以后漂亮多了。走吧，今天露露放假了，学校放假了，咱们去接孩子，接孩子回来。走，姐姐去接姐姐。耶耶，接姐姐好不好？让妈妈给你穿衣服。那个房间玛丽姐姐送的地板，塑料地板还没铺呢，要到明年开了春之后再铺。你如果说现在铺上的话，就坏掉了，那个线还没搞好呢。虽然她住在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明天找个人刷一下大白，或者说我自己刷一下大白。那个房间有窗帘，有电。等一下再去买个炉子，让它取暖用。还有被子呢，衣服还有被子都要洗。五百了。哦，比那了。白山，白山吧呢？回老窝。回老窝。我不知道去不去。白林。来来，家穿上衣服走，去接姐姐走。穿上衣服走，接姐姐去。啊，这姐姐。开心。你的被子呢？你拿被子去。滚蛋，我给你拿去走。啊？都是这件衣服。我给你买的衣服了。你又丢了，买一件丢一件，那就是买七了呢。衣服搁哪儿啊？
买哪一辆了？你这边呢？电池上，电池上，走走走。给你买的鞋嘞？给你买两双鞋了不是？走走走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啊。可能吃饺子啊。走走走，走家走。十二个，给十二分，把你们搞吐了。多少钱？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你看，中了，中了，穿着吧，别脱了，把他这个给他装起来吧。准备叫裤子过来。买个毛衣不？啊？毛衣不买啊？你喜欢啥样的裤子？你自己挑吧。这颜色好看呢。你试试吧，去吧，拿拿拿过去。叫不？啊，能掉吗？啊，能掉。胖不？再挑一裤，再挑裤，再挑裤，挑裤的，把他手里边拿着裤子也包起来了，就让他穿着这套，这套吧。让他自己挑吧，他喜欢啥，让他自己选就行。那你都买成一样的颜色啊？你再挑别的颜色不行啊？哪个他穿了号？你看那二十三的这个没有了，二十四的加绒了是吧？没有了，再挑一个别的吧。知道吗？你自己挑吧。你看上啥样，你就拿啥样。看那衣服，你拿那件喜欢不？阿拉白，阿拉崩。喜欢在哪呢？喜欢啥样染色自己挑。就是哥，拿了吧。嗯。婶儿一下去里边。你干嘛？你要不要买衣服啊？嗯？小不小？啊？里边还得再套保暖内衣。你自己看看看，相中不？怎么着？把那件试试。你都穿这个吧，别穿的那啥穿那，这不穿上衣服，那它两件都要了。把吊带儿解了，佳佳过来。
把吊包吊包给你，让他给你装起来。你看你喜欢吃啥菜，喜欢吃啥菜，自己拿，叫他妈给你做。走走走，往前走。花菜啊。青椒。青辣椒。拿袋子。走走走，去那边。先买点脑了吧，先吃。还有什么菜？肉还有没有？啊？再买点肉。要，拿袋子。卤肉腿的妹妹，你看你住哪个房间啊？自己挑，你喜欢住哪个房间你就住哪个房间。你自己算。这屋还没有安传来的呢，传来的明天安。使劲推。啊？住这个屋？住这个屋明儿个安传来的哈，明天安传来的给你铺地饼。中，那你住这个屋吧。阿林，把被子给他套一下。帮跟妈帮的吗？把这被子套上，你跟你姐姐两个人睡啊，这个房间儿，这个房间跟你姐姐两个人睡，知道不？啊？知道不？啊？说话声音大点儿，孩儿哎，那就坐了不敢说话哟。明天这个床还得挪。你玛丽姐姐给你送了地板，送了地板革，塑料地板，还没给你弄呢。这是垫子，这是铺地。下边是新的床单啊，把床单给他拿过来。喜欢吗？喊姐姐，跟姐姐好，说，说姐姐好，会不会说？